起来好，欢迎收看李伟七草公司暗时新闻，我是空康本，新闻开始，请来看今天的重要消息。太阳花和卫生正义冲突，加这过路重症一分教授件，检方今天起诉118人。将刘玉辉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泄密的案件，检方今天确定无被起诉。刘玉辉主委王玉琪是清晰表示否认。来看水真正无够了，经济部今日确定这古历过年了后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洪水。先开始来关心的，就是这台南地检署的侦办台南市局长李全教贿选的案件，讲包括着李全教在内有4人，和检方申请羁押，到了今日翻点，台南地方法院讲这个几个人有串口经逃亡过路，裁定这4人爱收押禁见。轿车半暝离开地检署，在车顶的就是拄向收押禁见的台南市议长李全教。侦办李全教先伫议长选举中贿选，台南地检署较好将李全教等4人审押。台南地方法院经过4点钟的讨论，裁定收押。被告等人之供述互相核对，未尽相符，不与卷内相关共犯证人之证述不符，并且有其他共犯证人未到案，因此合议庭认为。足任被告李全教等人有勾串共犯责任之余，向收押四个人，除了李全教，佮包括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并委会召集人蔡启新，因某就是曾有珠议员，前一天则因为同款涉嫌李全教贿选案告捕，另外佮有前台南关议员杨明达，佮台南过埔东市市议员得罪林崇斌，两个人过去拢佮国民党有关系，啊，毋过即马毋管哪天。3人拢涉嫌替李全教贿选。声押庭的4个人里头，那有3个是真的，我有些是连听都没有听过的人士。那么他们会在这个所谓的贿选案件里面，他们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助理法官翁并讲，李全教甲姜秀爱另外3人拢无涉。下晡律师也向法院提出控告。按个检方掌握，李全教在议员选举前，就先透过这人，以前金后谢方式，先赞助可能当选的议员选举费用，当选了后，再拿几百万到1000万的议长选举贿选金。民进党议员麦彪讲，相关的行情一票3000万。我听到最高是一票是3000万，好，然后最基本价码听说是1000万，然后如果不是有涉及党纪的问题的话，基本价码好像是500万。民进党籍议员认为，国民党加无党籍议员应该冇收钱。啊，那检方向法院提出申诉理由当中，嘛讲到个强环境林也未到案，专案目前已经有4人收押，4人交保，无排除会搁再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在这个案内边，这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的这评交，这蔡启新加这几位这潘新团，因为涉嫌伫这中来牵狗仔买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讲真痛心痛，啊，这中常会有那第明仔会将这个案刷好中评会，将这两个人可能甲因除名，互因永远拢袂当加入民进党。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局长选举贿选案，民进党员不但牵涉其中，阁来扮演重要角色，是影响到民进党的形象。民进党对蔡英文十号中昼伫脸书面顶来发言，表示心痛。蔡英文讲，即人民投票给民进党，毋是要民进党对着即国民党做伙来对落，会来对着是阿妈的党员和因严厉的处分。蔡英文也表示，长久以来在地方的乌金政治是影响到台湾的民主，这毋是一个政党的家务事，需要即全民严肃来面对。民进党嘛，伫10号透早临时来举行记者会，表示一拜三，民进党中常会会依照党内规定，把这案件交由中评会来处理。蔡启新甲潘新团可能会来受到除名的处分。纪律评议裁决条例的第16条，那本党党员如果涉及了党内外的用金钱或其他重大利益涉及贿选，那只有除名处分。那如果涉及这种案子，他不得再入党是很正常的事情。去指控涉嫌替李全教来贿选的蔡启新，是已经去和民进党开除这是案议员曾玉珠的先生，也是民进党创党党员前省议员蔡介雄的后生。过去伊甲赖清德关系是袂歹，不过去年因为赖清德伫曾玉珠刚一个选区是来推派朱德斌来参选台南市议员，两边的关系是来变化。另外，这案件还有宋伟如等等几啊名民进党基层的党员来涉案交保候团，民进党台南市党。我们对出来做处分。
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来看，针对着去年这太阳花学运这行政院的劳会冲突，加这贿赂中正一分局的行动，警方今仔是出拳头对着林非凡、陈伟霆、吴国昌、魏阳甲洪崇彦，总共有118个人来提起公诉。除了这林非凡今嘛在做兵无法度回应以外，吴国昌甲陈伟霆拢表示，因会来面对着司法。因为不满两块好不合意，在30秒就通过审查会。林非凡还有陈伟霆这些人，在去年3月18号，带着几百个学生冲入去立法院，占领议会，展开太阳花学运。在学运和平结束了后，有几个人被人函送法办。警方经过得要一年的侦查，今仔日以使人别人犯罪，还有妨害公务这些罪名，对林非凡、陈伟霆还有黄国昌，拢总21个人提起公诉。其余有关告诉、告发、自首、移送之被告，共计有61人。其中黄姓被告等21人分别以涉犯刑法第135条第一项妨碍公务罪嫌。太阳花学运的时阵，在3月23号，有民众转向行政院去抗议，甲警方爆发了激烈冲突，真侪警察甲民众拢受伤流血。其中一度被人当作是带头的，还佫被人心爱学生魏阳，佮警方认定伊涉犯着使人别人犯罪，还佫无国侵利他人的建筑物，甲其他涉案的92个人做伙被人起诉。同款是去年在4月11号，超过几百个人路过中正一分局的行动。学生洪崇彦为了写完公道名的蔡廷贵，甲当时的分局局长讲出，你害死家己，被人暗杀，安尼的话，互警方认定是侮辱公务员，还佮公诉，嘛违反到职业法。今仔日警方一口气，整件有关反腐事件的3大案件，拢总起诉118个人，看到这侪人被人起诉，黄国昌是表示伊无法度接受。我想接下来的审判程序接受审判的事实上不是这些为了台湾的民主而站出来的青年学子，接受审判的事实上是马英九的政权以及他在立法院里面当中的打手。同样要面对官司的陈伟霆是透过脸书来回应，说自己的勇敢来面对司法，还有批评正义的事件，打人警察还有正义法都还没起诉，明显就是司法不公平。行政院表示，为了维护官司的安全，还有行政系统的运作，因未撤销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8月婚前绿委会副主委张贤耀，被人指控公在两岸谈判的工作顶端涉嫌来泄密的案件。台北地检署经过半年侦办了后，今仔以这罪嫌无够，对着张贤耀总共3人来做出无起诉的处分。面对着这检方无要改起诉，张贤耀是发新闻稿来表示讲，感谢这台北地检署行一个清白的。去年8月，前立委会副主委张贤耀和立委会主委王玉琪指控涉密案。当时张贤耀捌大动作开记者会，批评是高层在堆塞，认为这是21世纪的白色恐怖。这个是21世纪的白色恐怖，少数人的做法这么粗糙，这么草率，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彻底的调查，就在外面放话。扣帽子！张贤耀一直强调自己对国家真始终，嘛愿意面对司法，嘛主动找检调配合调查。不过台北地检署伫咧去年8月，接团张贤耀了后，嘛捌指挥办案人员到张贤耀大石桥街等等七个所在去搜索，引起社会关心。台北地检署伫经过半年侦办了后，再去侦查结束，因为罪证不足，对张贤耀等等3个人做出无起诉处分。在主观上难以断定，被告张贤耀等人有危害国家安全之力。之意图，或者是泄露或交付中华民国国防以外应秘密之事项或国家机密之主观犯意，因此，审判检察官认为，被告张贤耀等3人均因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检方无起诉处分理由当中讲到，立委会主委王玉琪只是因为台商提醒张贤耀甲中国大陆官员惊了真话，未来可能会出代志，不过袂当因为听到风声就认为张贤耀有犯罪，另外嘛查无张贤耀有涉密的行为，所以做出无起诉处分。面对检方无被起诉，张贤耀发出新闻稿表示，半年前这场政治风波，让伊高龄的老母过身之前拢真烦恼，伊真不好，嘛是伊上大的遗憾。即马感谢台北地检署秉公调查，找出真相，嘛喊伊一个清白。记者综合报道。既然这张贤耀是无起诉，安尼刘玉辉、朱玉、王玉琪是要哪做处理的？伊今仔是大动作来开记者会，宣布讲伊要请辞负责。伊是来强调讲，这张贤耀确实有一寡无妥当、涉密的行为，想袂到局内无起诉，所以伊真无法度来认同这种结果，伊有哪真失望。
农委会主委王玉琪大动作开记者会严肃宣布，对前农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及涉弊案，不检最初无起诉处分，王玉琪声称无法度认同案的结果，非常失望甲无奈，会负起政治责任，请示落台。针对检方认定此一涉及国安的案件未达违法程度，变成一种不起诉的泄密，本人非常遗憾。虽然无法认同检方的决定及理由，但是因为本案处理过程引发社会纷扰，本人愿负起政治责任。王玉琪真侪摆强调无法度接受检方的决定，因为相关证据拢显示张显耀曾经有不当涉弊的行为，不只是谈判进行泄露底线，将机密资料透过台商转交给陆方，经透过国内一间民间企业共享的助理处理国家机密，也消除透露过程。强调去年顶半年有台商改讲，张显耀甲大陆行了真近。伫去年七月，也搁伫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则决定将张显耀调离现职，安排甲副主委相当的职务接受。他去了解之后，几天后，金秘书长告诉我，从国安单位的资讯得知，张副主委真的恐怕有问题。为张显耀涉弊案清洗，王玉琪强调，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谈判团队纪律无怨无悔，就算时间定来，也是做出同款的选择。是不是已经清洗核准？张副表示，进一步了解，无起诉处分的内容了后，各做回应。针对张显耀案不起诉一事，总统府支持王玉琪主委的看法，总统府会进一步了解不起诉的处分内容后再做回应。马团队重要核心人物金普聪清洗核准后，就两岸政策负责人王玉琪也因为张显耀案件清洗。原本延后举行的王定辉，因为王玉琪请辞，恐惊遥遥无期。未来两岸要安怎谈，也将面对真实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了其他消息，这有劳保牛来交接到这潘医生，替别人来开假残废的证明来诈领保险金，一件就给医生15000块。现在刑事局抓到这诈骗集团，抓到三名这真有名医生，加这集团的成员，总共抓到33个人。原本坐在轮椅顶面，让人送你走的患者，爱人扶才能上车。按过一转身，却是走那背，还个人家己骑机车回去，甲朋友比卡握手开讲，就是接下了关键证据。检警去年9月开始调查，这个月9号才受网抓人，被扣着手铐，医生的干性等三名医师，就是配合劳保恩股开展将证明的强犯。这劳保恩固集团以每件15000到20000块，利用医师将原本倾向的病人开重诊诊断证明，各向劳保局或者是保险公司赚领高额理赔金。有医师拒绝配合，就派出秘书业务员献美人计，高算5个月就赚领1700万保险金。他会交代这些客户在医生问诊的时候要他们不要回应，就是由业务员来全数来回应。那部分的这个保险人我们也有收证到他在住家的外面行动都自如。集团业员还有陪着假患者到保利基督教病院生活科干精华，定请福建医师聂威良，定请福建病院副院长柯祖权看病，指导医师开不实诊断证明。检警调查，假病人至少10人，专案以伪造文书甲诈欺顶罪，以上33人。也提醒民众唔通委托黄牛代办劳保给付业务，除了会被抽取真悬的钱，也可能变成诈欺强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这台北一个问题，发生讲这车门也未关，这车都开始驶的这状况咯。这是今仔下在这上山新店线的这一问，讲因为这车厢的车门的这相关的这器械有故障，车门无关，司机员嘛无发觉，车都继续驶。旅客通报了后，因是坐到一站停车，好，这旅客改坐其他的车班。警示声结束，车门确定关起来，列车才会开动。这是台北捷运开车前的标准作业证书。不过10号下早8点59分，松山新店线煞有一个要开去新店方向的车，有乘客发现门无关，就开车卡住了。所以门打开，在准备要再关门的时候，他都没有感觉了。他现在永远说 OK 都 OK， 所以车子有关没关他都不知道，他就电瓶车就自己走了。
捷运公司表示，高运量的列车每一个车厢拢有这种继电器，八点分别关八个车门，司机员爱确定灯全部发起才会当开车。会知影这个车就是因为继电器歹去，才无法度发现车门无关。在乘客通报以后，高定站的站长就赶紧上车去警戒。因为站长上去的时候门是开着，那开着要列车启动的时候，那才知道说车门有没有关闭。站长上车以后确定故障，司机就改用慢速手动驾驶，到后一站台电大楼才予360个乘客落车。虽然捷运公司强调站长伫个车顶有注意旅客安全，不过明明已经发现车门无关，阁要继续开车，旅客也是感觉真危险。这样很危险嘛？车子不应该继续开吧？因为这是台北捷运营运18年来第一次出现门无关就开车的状况，捷运公司表示会检讨作业证书，也会全面去检查141台车的继电器，无排除要求原厂全面换新的。记者林林如、陈立峰台北报道。来看，讲为着要了解这高铁分林站即马时空的状况，高铁公司、高铁局加这分林管建股，今仔是做会去会勘。高铁公司是来表示讲，即马即高铁分林站的总施工率已经完成了90%，估计今年6月初7应该对当完工。今日高铁分林站真侪硬体设施拢已经完工，施工人员已向分林馆长李正勇来做施工的报告。因为高铁分林站为民国101年11月动工到现在，目前已经完成90%的进度。开工到现在已经足足满2年。那期间我们有4个工作的目标都已经顺利的达成，那目前那可以预期的就是如期在今年的6月7日一定可以完工，那目前的进度大概是90%。高铁公司表示，过去高铁五零路段受到地震下行的影响，空间有通车的危机，所以进行五零站时间设计时，都已经规划以较轻的材料来取代拖板来回填，以改善后这个区域。跟平潭量大约4700栋。在桥下，我们有设计的轻质回填材，大约可以减少了大概4000多吨的一个重量。而且在施工期间，我们也都有做陆续做一些呈现的监测、倾斜的监测。那目前监测的情形就是说，都算蛮稳定的。到我们所知道，原来他们的规划是在今年的12月，那可能是预计要3个新设的站一起来这个通车典礼。但是通车典礼是跟这个试营运其实还可以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来进行通车。文管会表示，目前以高铁云林站的时间总进度来讲，比预期搁超前。未来文管会会积极配合做相关消防检查和另外道路接驳车等等的规划，就是希望拥护云林国民较早坐到高铁，对地方的建设嘛是一大帮助。记者王云林报道。古北路大雨，水库大欠水，今日经济部确定讲要来进入第二阶段限水了。而且全台湾有5000多户用水大雨会减量用水。另外，古里昆一天后，即相关会议会有关赞助由中央这边来负责监控。江门水库水量刚存40%，创十一年来新低，连水库底真罕咧看的土地公标拢补出来。那北台湾江水又进步，南部水库水情嘛真严重。经济部召开第6次抗旱会议，决定伫过年过年了后实施第二阶段限水。限水地区包括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北部、台南甲高雄。定在2月26日启动限水措施，另外阁增加第一阶段限水措施地区，包括彰化南部、惠宁甲嘉义地区，为2月26日开始进行夜间减压供水。地下水在这段时间没有下雨的情况，地下水位的高度已经在逐年比往年下降了更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跟嘉义一起要进入到一阶限水。经济部表示，第二阶段限水对象针对用水超过1000度用水大户，会减少20%供水；另外工业用户会减少5%，有够影响5726户。供应用水之外，一般的用户有包括水疗业者、洗车业者，还有游泳池业者。水库水量正安，为用水大户开刀。按个经济部强调，若是旱象继续恶化，不排除启动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原则上是供一天停一天，但也有可能是供2天停2天以上，所以理论上是要提升到中央的应变层级。那中央的应变会议呢？目前我们估计会在3月的上旬召开。
十年拢真罕得快，真行水库个玻璃水，强加开通第二阶段限水，嘛无得改善。建设部会有都要减强用水大号用水，莫会有民众到顶再用水资源。这当降低第三阶段分区用水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复兴航空李连长今仔日是头七咯，今仔下晡来举行了联合公祭仪式，包括着马英九总统、行政长莫迪哥、这立法院长王金平，即个政府首长，有哪拢到场向家属来致哀。下晡三点，廉价联合公祭仪式正式举行，场面真严肃。因为复兴航空空难罹难者，拜二十号是头七，复兴航空在伫政治案举行头七发挥，嘛伫十号下晡举行联合公祭，包括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莫迪国、立法院长王金平等政府首长，嘛拢到现场来致哀。上香。马总统伫会场停差不多十分钟，心情叮当，无讲话。公祭结束，伊嘛甲廉价家属一个一个握手。不过离开时阵，伊无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男左女右大力士，请就位。这件空难事件造成四十个人死亡，十个人受伤，各有三个人失踪还未死掉，包括一个台湾旅客跟两个大陆旅客。安娜为一个到现场参加公祭中国代表，海陆会台北办事处主任马宏辉，这是第二回事表示，希望会当较早找到这两个大陆旅客。首先，先是搜寻到吧，搜寻到了，然后再按照相关的。明天我们这个复兴航空还会举办第二场那个相关的说明会。那有关的善后工作，就一步步在会进行。海陆会表示，十一号拜三，复兴航空会再举行第二场的家属协调悲伤说明会，后续的善后工作，大家拢在努力。按到九十号为止，复兴航空的紧急慰问金20班已经发放48个，丧葬补助费120班，这是已经发放19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这手机啊，晶片大厂高通因为差别定价，加这关键的专利费，和中国政府来进行反垄断调查。今日洪声讲要覆盖了，高通将要付出10亿美金，啊，就那创下企业在中国的市场罚款相关的新冠纪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反垄断局自2013年12月起，对美国手机啊晶片大厂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经过高会合的谈话，高通公司10号以声明指出，将无搁挑战中国反垄断局裁定，同意付10亿美金的罚款，来一度即块过去几年拖累高通股价表现的大石头。The company needed to settle this fast because it gets about half of its global revenue in China and is facing increased competition there.Plus, it comes just as China expands its high-speed network that's driving smartphone demand. 除了付天价罚款以外，高通也搁执行一项政改计划，修改某一挂商业惯例，以符合北京当局要求，亲像专利款费用将调降1/3。为了这将对高通的获利造成未少伤害，到2014年9月28号为止，高通全球营收是265亿美金，其中大部分一半来自中国，而大部分利润拢是来自高通授权部门。调高利润率、专利费，被中国当局以反垄断为理由进行调查的外商公司有30间，高通只是其中之一，微软和三星也拢在内。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警告中国当局，唔通以反垄断为理由独立使用外国科技的中国企业。对此，中国相关官员回应是，因的做法绝对是公平透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是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反对派领袖安华，和这马来西亚最高法院来裁定讲，伊性侵害查甫助理这个代志，证据是确实的违反法律，同时有那依其进行5年有期徒刑。安华信心满满来到最高法院，暗个位自控控八年以来，一直纠缠伊的性侵同性案，最后还是未当并案成功。马来西亚最高法院强调证据确实，维持去年3月上诉庭的判决。这判决表示安华无因自控18年的大选。暗个知影判决结果的时阵，安华依然是笑眯眯，甲伊太太小丹吩咐伊的孙仔好好读册，对家己将第3摆就讲，伊强调被安尼倒来屈服。安华一直强调家己被执政党陷害，目的是要阻碍伊参政。伊的支持者也认为，被案件充满政治动机，听到宣判结果，伫法院外口是违抗议。你都安华，
去年失踪的马航班机正驾驶张哈利也因为跟安华有亲戚关系，一度出现伊因为不满上诉庭将安华判刑五年，才会迫害航班的猜测。安华领队反对派联名在2013年提到历届选举上好成绩，对1957年就统治丹麦国民政府形成强大威胁。这件事安华第二摆被控性侵动性，不过顶一摆案件已经在2000年被撤销。人权观察组织谴责马国东桥选择性办案，就是要办到安华入教为止。总理纳吉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声明，强调专案是法官考虑所有证据了后所做出相平行而且客观的裁决。安华曾经在1999年因为被控弹劾副总理期间滥用权力罪名入教，同时引起大规模街路示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你明仔日各地详细温度了。第一北部地区明仔是10度到20度，第一中部地区是10度到好天，温度是10度到21度，第一南部地区那是出日头好天，温度是12度到24度。来看是东部地区拢落雨机会，温度是12度到20度。第一外太平洋金门马厝温度是7度到17度。以上就是今天暗时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看带你来这挪威惯用这边角来做乐器哦。我是看文俊谢全心，安再会。张显耀前副主委涉嫌泄密案，做出不起诉处分。本人必须坦诚地说，我无法认同这样的结果，并且感到非常的失望与无奈。其中，黄姓被告等21人，分别已涉犯刑法第135条第一项妨碍公务罪嫌。不过在蓝以后，这种事情常常问题常常这个废案的问题常常出现。换会机也是没有用，因为跑道蓝以的跑道也是没有侦查，也是一样。并且有其他共犯证人会到案，因此合议庭认为，足认被告李玄教等人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那我们一定是尊重司法，勿妄入供。我们希望这个司法单位一定能够彻查到底。So who's our Romeo? Oh, a guy who knows his opera and can cook. I'm impressed. Guy's a chameleon. So, we're your bait. Our target is a chameleon and probable killer. Heads up, ladies. Our boy just landed. You're hunting them. 全新疑犯追踪第三季，今天晚上11点，就在公视频道。记忆101，邀您一起用心观赏101个传统工艺传承的故事，寻找台湾各地的老师傅，记录他们的工艺手路和创作身影，带领观众认识工艺师傅现状与文化传承的意义。记忆101全程以台语发音介绍，是了解本土文化、学习台语文或台罗用字的最佳教材。公视记忆101现在发行。公视。